个人嘅意见，我个人嘅做人嘅就冇事，渐渐地得人欣赏、导演欣赏、主角欣赏、主角欣赏、制片欣赏、制片请呢个人翻嚟冇麻烦嘅，咩都得做得到嘅，导演好 OK。主角同我打是無微不至，每個主角配合一個無微不至，我教啲嘢先嚟佢打，我教啲功夫先俾佢打，係打到佢好威。導演唔使個傷腦筋，嗱你咁打你咁打，即刻嚟到啦。慢慢咪點解起？我紅苦一樣嘢就嚇，而家可以講好多廣東人唱大戲都仲係著紅褲，但著紅褲唔係話。武术界嗱咩叫武术界分清楚啊？武术界嗱我嗰种咧就两者之间。武术界我出身系武术界，系练武嘅功夫。我系洪家，系黄飞鸿嘅后代。我祖师黄飞鸿，我师公林世荣，我师傅我爸爸刘湛，我系黄飞鸿嘅第四代传人。洪拳而家我差唔多系掌门上，但。我爸爸曾經做過大戲，我外婆、我舅父係做大戲，所以咧，我爸爸先做大戲，佢又會教我做大戲。咁做大戲咧，就好中意講咧，就著紅褲。點解？紅褲咧，著條紅褲咧，就表示咧從零開始學功夫同埋學大戲，都係自己嘅做法出嚟，自己嘅行為，師傅教出嚟咁樣咯，係苦功嚟練出嚟。有多次我都做大戲扎住啊，腰帶扎住自己啊，我而家要扎得咁樣，要扎到咁樣，抽住腰帶要咬，唔好啊！你成日見到有位唔得，要咁樣。而家點解？而家啲右腿啊腳啊擺出嚟位，慳你成日要收腳啊嘛，頂住食食嘅。吃饭扎腰带，唔准放松啊！哇，条腰带扎好实噶，睡仔带。除咗瞓觉先好随意带，跟住我练嘢咁样，系我系咁样练嘅，我先系咁教，好唔好咧？好，到而家学功夫有四种先。啊 ，OK， 好啊。四种功夫啊，嗱，一种咧练嚟搏击嘅，喺台上搏击嘅。free fighting kick 啊，阿沙伯 OK， 唔使学咩噶，气跑呢一种啦。第二种咧，学嚟咧强身健体嘅，第二太静养气功太极。一种咧学嚟表演嘅，啪啪啪啪啪咁表演，即系哇，远睇佢打得好犀利，皮肤呢个表演。第四种咧，刘家系我啲学功夫嚟拍电影嘅，攞嚟拍电影嘅。就是你所講係紅拳嘅嘢表現，嗱，好清楚邊家紅拳，邊家嘅蔡李佛，邊家嘅劉家拳，邊個佛家，邊個墨家，嗱，我就太多學得太多，邊係螳螂，邊係鷹爪，邊係太極，好清楚。你而家話俾你聽，啊，我做出邊啦？嗱，太極嘅嘢有三家。陈家、吴家、杨家，螳螂嘅有地堂、螳螂、鹰爪。中国系广东嘅红牛菜脸木，日本嘅有唐手道、空手道啫，韩国嘅有合气道、踢拳道。咁你一定要清楚嗰樣嘢，你唔好溝亂一部電影裏。每逢邊個要打完啦，你唔好又係咁打，一定打得起腳。有時起腳起得多唔係好睇。你起得高嘅腳咧，係越危險，因為你下部空虛啊，動作俾人睇到啊嘛。所以我諗咧，如果你起腳起低嘅，睇唔到嘅喎，睇唔到啊，咁你咪特寫咯啲腳。啊！特寫啦，特寫之後咧，你要話俾人聽佢點踢喎，拉翻鬆。
或者人聽翻就跟少少人嘅嗰種動作咯，即係證明呢啲人做緊。咁權術嘅嘢，你打出嚟話，哇！譬如呢個反派，佢係鷹爪嘅，你唔好叫佢打第二樣嘢。特色咯，行出嚟反派都仲要鷹爪啦，係咪先？啊！呢、這個壞人啊，鷹爪嘅，我唔係話鷹爪壞人啊，即係佢識打嘅。啊！螳螂我哇！呢個專度橋嘅師爺嚟喎，識打螳螂咁執咪。哇！呢個鼠形唔係啊，螳螂啊！你一定話俾佢聽，呢個係螳螂。紅拳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咦？呢、這個紅拳係咪三德和尚打出嚟咧？嗱，你一定要俾人知道。咁好多人睇嘅電影唔係好吸引我咧。如果你識睇嘅，一定哇好嘢啊！哇好嘢喎、啊，蔡李佛喎、啊，香港哇長條大馬哇，花詠春喎、啊，飆橋喎、啊，你識噶？所以我嘅電影咧，永遠係啊睇呢樣嘢，唔會溝亂。每一樣兵器嘅三節鞭啊、四節鞭啊、九節鞭啊，全部打出嚟唔同嘅，係因為人哋話我啲特色啊，我想用呢啲係俾人話嘅特色。我電影咧，我係一個宗旨係發揚武術，武術唔能夠用科技嚟表現，除非我唔拍，一拍電影我一定要功夫係個來源。同埋練嗰種深度，打出佢邪同正，延長自己嘅壽命，即係等於加強自己嘅體魄啦。我就咁講，中間分明。咁只要我話要拍嗰啲科技片咧，得，我仲舒服啊！我老一講出嚟，俾個第二個導演掂到咪咁樣。你拍，我拍啲文戲，因為嗰真嘅嗱，嗰種撞車點樣嘅話，你拍仲輸。但係嗰種唔係我自己所拍出嘅嘢，唔知我自己一手腳 camera action 嗰啲，我自己一手腳拍嘅，係我自己一滴一滴咁，係咪？係覺得自己好舒服咁，賣唔賣做唔敢包，係覺得自己啊做咗呢件嘢。咁而家啊，劉師傅你？拍咗成四百部電影啦，係咁好慚愧。點解咧？揾唔到錢。咁、哦、你都話唔係錢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你仲有咩嘢你仲想做咧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四百部啦，已經即係意思話唔好講錢啦，係嘛？即係四百部啦。咁你仲有冇一個理想話想拍一樣嘢？你係即係仲未達到啊，或者仲想做一樣嘢 ？Before 你話 OK， 我可以退休啦，我唔拍啦。有咩嘢你想仲想做咧？嗱，我仲想拍一部嘅電影，因為我已經拍咗一部電影，叫《十八般武藝》，拍咗啦已經，係非常賣座嘅電影。但我仲係唔研究，因為《十八般武藝》咧係有幾種嘅，一種係古代嘅，一種係練武嘅，一種係陳設嘅。古代十八般武藝就騎馬打一下一下嗰啲嗰啲十八般武藝，練武十八般武藝就係表演打出嚟嘅，陳設擺咧就睇嘅十八般武藝，靚嘅要。咁我就想，我仲要拍一部咁嘅戲，即係話呢三種嘅武器係點嘅用途。咁如果拍咗呢部，你又會 OK？ 我 set 曬啦。嗱，人咧係無止境嘅。何嘅最後呢？除非死咗，真係，我相信你年青人都唔好講話最後，每個人都做得做到自己能夠做嘅，一定要做落去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人啊個睇法，如果你唔貢獻出嚟，你永遠收你台，你係自己屈死，要屈死我要，即係成日咁，多啲做。個人多啲見識，我就係咁樣，我要多啲見識，多啲做。你我會唔會退休唔做咧？我唔會，我最多係好自由。我唔講退休，我係好自由。我中意做我就做，盡情咁樣。我唔會有執住，我唔會遮掩我留家為自己。我係識武功就識武功，唔識就唔識。識拍電影識拍電影，唔識就唔識。我話專拍咩電影，我就話俾我專拍咩電影。我個人。有時都幾討人歡喜，因為我太直啦。嗱，講劉家良打唔打得？
我从来冇输噶，俾人打到几十年啦。你话我打唔打得？几十个年系唔同嘅动作打，唔同嘅动作啊！嗱，龙虎先我就龙先，系撞车、跳楼、跳海，我几次都系喺度做嘅，仲系替身。你话我打唔打得？留翻你自己考啊！嗱，你点打我，我都点避躲；点打我，我都点反应。你要我点死，我死俾你睇。但系要我打赢你又得，要我打输俾你又得，因为我系武师啊！你我特别我打赢你，我好易打。